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充满热情活力的大家庭。 KC， 我好欣赏 CY 系的年轻人哦。哦，为什么呢？即使在这三个月看起来无动声色，我看见他们仍然全力以赴，期待加上行动，相信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对， CYC 的年轻人对生命充满了热忱，因为他们有一位热爱年轻人生命的上帝。 Amen， 朋友们，神爱你，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在这三个月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变成可能。还在等什么呢？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神要我们全力以赴的方向吧。首先，大家请记得要继续的出席星期天的一点到三点，分别在 L3, 6, 7, 8, 9的101, 102, 103和104的圣经装备课程。那么，其他已经完成圣经课程的领袖们将会在 L3 Main Room 继续领袖训练课程。接着，在3:30将会有我们的遇见神祷告会。弟兄姐妹们，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遇见神还来得更美丽，紧紧抓住每一次朝见神的机会吧。阿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中学生，我们欢迎你参与我们第一堂5点的聚会。如果需要交通的载送，可以联络组长安排交通。如果你是大专生、大学生、各行各业职业人士或专业人士，我们欢迎你和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第二堂晚间7点半的聚会。我们期盼今天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新朋友能够再次来到我们当中。 CYC 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除了星期六 CYC 的聚会，我们一样欢迎您加入我们每逢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六中午的小组聚会。小组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属灵小家庭，透过与弟兄姐妹的团契，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发展我们的组织与团队配搭的能力，让我们一同的迈向非凡出众的未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让小组陪伴您一起面对生活上的各种挑战吧。耶、在下个月，也就是11月5日， CYC 将会举办大型的家庭运动会。是的，我们欢迎大专还有各行各业职业人士或者是专业人士以及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来参与。各位请不要错过这一个的好机会，现在就开始向你的组长报名吧。弟兄姐妹们，10月份更兴奋的事情等着你哦。对，在10月30号，也就是在月尾，我们 CYC 将会两堂联合在晚间7点 Main Sanctuary 一同聚会。我们将会有特别的主题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邀请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出席哦。最后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在聚会进行时，请大家不要随意的走动，也请把你们的手机现在拿出来，把它转换成静音的模式，或者是完全的关掉。谢谢大家的合作。好了，今天的信息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星期见，拜。Get up.